亲爱的想想学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令家君。那从事手工肥皂的教学以及手制保养品的教学，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。那至于怎么进入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呢？其实那真的是因缘际会。当初是为了要照顾小朋友，所以我离开了职场。那后来，学习到了手作的这一块，发现手作的领域其实它是非常迷人的，因为我觉得上天在创造这些植物的时候，它有它神奇之处。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领域，让我开启了对于手作、保养品以及手工肥皂的一个执着。那在于手作这一块，其实我想表达给各位朋友的一个理念是，手作它不一定是最好，但是因为它单纯、它质朴，它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体会。那在想想学的这个平台下，我会陆续会有一系列的课程，那希望借由这个平台可以跟你们分享手作的快乐。